悠悠。我是悠悠，我今天要开箱那个骑士克莱。骑士克莱，哇，你迫不及待是不是？太开心了齁，也是宇宙骑兵这个系列的骑士克莱，卡通还没做到。哇，看一下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它有披风嘞、欸。哎呦，披风嘞、欸。它的披风哦。可是它怎么是一张纸啊？那我们把它拯救出来吧，好吗？那跟悠悠玩玩喽。好，然后它有什么武器？盾牌。盾牌。哦，这个盾牌很帅哦。然后还有一个武器。OK， 用，那你研究完再来告诉大家怎么用好不好？用，你已经研究出来了吗？研究出来了。好，那就教大家变成车车吧。你看，他手上是不是有一个武器？对，拿掉。嗯。盾牌也拿掉。盾牌拿掉。盾牌呢？它后面会有一个东西把它收进去。嘿，收进去好。然后它的喷射器，那头要把它。先解开，然后，再把它的头弯过去，再弯过去，好，就变成它的那个大炮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这个脚，脚伸进去，伸进去。车屁股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身体弯过来。你在做梦？差点打喷嚏。鼻子痒痒的，是不是？好用吗？嗯。哇，好帅哦！这是复古老爷车造型，对不对？嗯。很华丽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。我的盖子还没装呢。哦，你还没装，好。就是拆盖子再装上去，这样好，对，要把它对齐。哦，感觉它这盖子超美的，就是它的盾牌，对不对？嗯。哇，超美的。啊，武器呀、啊。武器。武器要装上去啊。好。呀。哇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帅气的老爷车，复古老爷车，做得很精致。好，它其实不要有那放，不要放那个也超，就是超帅的，而且黑色流线型造型，机器人在里面。好，你要放上去哦，装上去啊。你把它披风装起来，那它要怎么那个啊？它要怎么滑、啊？是怎么？
器人吧，大哥哥。哇，盾牌。机器人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不会啊。一样快啊。一样快。其实克莱很年轻哦，不要以为他很老哦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你以为想说老爷车就很老是不是？他是复古风小趴车。对啊，他是年轻人哦，不要说他很老哦，让我伤心哦。你要伤心？好了吗？好，那脚脚把它拉出来是不是？对。好，装上它的头了吗？要。他的武器对不对？嗯。江江，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吧。超帅的骑士克莱，他应该是个剑士吧？对啊，他是剑士，没错。那你可以帮他装上他的披风吗？给大家看一下。OK。这披风是纸做的，所以很容易坏。所以应该装个一两次就好，没关系啊，你装给大家看就好啦，就可以把它拿掉了，好吗？嗯。你是要装上他头的那个，他那个武器喷。要对齐这个。好。压紧，好，压紧以后，穿上披风的骑士克莱就完成咯。看他帅气的脸，他的披风咻都要飞了。啊！你把他披风弄掉啦！好，装上去。不想装的话就可以装，如果不想装。就不用装，看大家个人的喜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哟，你喜欢你的新款机器人吗？喜欢。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拜拜，来个帅气的姿势，骑士克莱跟大家说拜拜吧。